无惧世事变改，我想听佢读第二句。凡事越难越爱。二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尽一百万岁。有啲年。Hello， 大家系 Case。Hello， 系麻布。喂，好得意啊！你张毛皮爬。咩？你用咗好多年呢张？如果大家睇开，我都用咗好多年咯。呢张毛皮牙仔啊，倾偈牙仔啊。系咯，睇下冇蛀牙。今天这条片是阿 Wing 叫我们一定要拍，因为他玩过一个非常非常得意的一个小游戏的东西。小游戏什么？不是小游戏，他纯粹只是阿 Wing 和 Siri 聊过偈，他说原来问 Siri 一个问题，他会给个答案会很有趣的。而且这个问题跟猫是有关的。是的，就是呢叫 Siri 他帮你的猫改名，不如试一试。我觉得有猫、或者有宠物的朋友可以试一下。阿 Wing 他试过，他说他改一个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屯門唔知乜鬼小霸王黑面神咁樣噶，好似好好笑。我成日認住佢話有個叉燒唔知咩。好嚟試下先。Hey Siri， 你個 Siri 唔認住人喎。喂，佢唔認我。我錄緊個畫面，原來佢唔可以喺電腦度出聲，唔緊要。咁我懟近啲啊。我想問下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只貓改名啊？我可以幫手，不過我要先了解一下你嘅貓主旨先。請盡量用係或唔係嚟作答。佢係唔係對人類食物特別好奇？係啊。好，下一題請用係或唔係嚟作答。佢而家係唔係望住你？唔係。好。最后一题先是关键，以你对他的了解，以下哪句最衬他？一，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是等你讲。二，我快乐过生活，你拼命去生存。三，都不是几啱，请回答第一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头两个好笑啦。第一个，不如就叫阿桑。阿桑。点解叫阿桑嘅？我都唔知点解啊，但系觉得可唔可以再帮我只猫改名啊？我有两只猫噶，我可以帮手，不过我要先了解一下你嘅猫主旨先。睇下佢，我哋试多几次，睇下佢会出到啲咩答案。诶，等等先，我想带埋 cat 夹嚟啊。系。有趣，下一题请用系或唔系嚟作答。头先咪系咯，佢系唔系成日都无辜样？系。以你对佢嘅了解，如果罐罐同睡眠唔可以两者兼得，佢会点拣？一罐罐，二睡眠，三你题目好只有人类才做选择。第三个，我觉得系一咯，其实我觉得呢个名好啱佢，阿里士多德。乜嘢啊？同前面有咩关系啊？同之前啲问题有咩关系啊？好问题。咁答案呢？我唔系咁清楚喎、哦。如果我有咩其他嘢可以帮到手，即管话我听。O、okay. K， 我觉得佢嗰个对答同即系佢嗰个选择几得意嘅，但系佢又唔系改咗个好得意嘅名字，又唔系阿 Wing 话嗰个好得意嘅名字。我见到有啲人会改啲奇怪啲嘅咯，应该系咪我哋呢、這个？其实阿桑其实唔系，其实系咪我部机咧？我平时教得佢太过乖咧。试下你部机，试下第二个思维，睇下会唔会教到佢第二啲嘢。King啊，帮你改名啦，好唔好啊？唔系喎，你改咗名啦，你叫 King 噶。King 啊，原来咧 Siri 可以改男声噶，而家。喂，你好啊 ，Siri。Hi， 点啊？吓、啊，有男仔声嘅咩？你几时开始有男仔声噶？呢、這个我答唔到你。我想帮只猫改名啊。佢系唔系你从朋友到抱翻屋企嘅？唔系。佢系唔系好容易情绪激动？是啊，以你对他的了解，我想可以听到男仔声讲啊喂。一，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是等你讲。是等你讲。二，我快乐过生活，你拼命去生存。一样嘅喂。三，都唔系几啱，请回答第一个、第二个或者第三个。第二个。不如就叫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如你就叫爱因斯坦。请大胆估下，如果有一天朝早佢变咗人，你觉得佢第一句会讲咩？一，今日食咩好？二，呢个一定系呢个一定系鱼对我嘅惩罚。三，俾我瞓多15分钟啦。第一个，其实问呢啲问题之前，我已经心里有数。喂呀，不如就叫仙人掌。惊啊！唔好呢样咁滞。
仙人掌，你叫仙人掌好唔好啊？你想叫仙人掌啊？你想叫仙人掌定咩啊？愛因斯坦啊，定系咩好啊？一无惧世事，我想听佢，我想听佢读第二句。是越难越爱。二年轻得碰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尽一百万岁。有啲年纪啊。三都唔系几啱。我想讲咧，我成日都咁，唔系答错嘢咧，佢一定要顺住咁答啱晒先得。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小心倾咗闲偈之后咧，佢就会系啊，佢就会断开咗。大胆估下，佢一日瞓几多个钟？四十。第三个，其实一切都唔重要，不如就叫黑面神。其实一切都唔重要，即系问你前面做乜嘢？照我睇，佢不如叫豆腐花。点解要叫豆腐花？用人类的说话有点难解释，不过如果你不喜欢，我都可以再改一个名字的。那再改多一个啊。我没货了。好了，基本上呢，其实我们试过很多次啊，我又开不到阿 wing 那个，阿 wing 那个如果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可以给大家看看呢。喂，大家又试一下自己看看呢，改到个什么名字呢？ Cap 张图或者呢留 下面留言呢，告诉他他帮你改了个什么名字。怎么黑面神豆腐花怎么老母花，佢周围走喺下边。好啦，下次翻嚟再见，拜拜拜，记住俾 like 同埋订我哋啦。